打第一巴掌的时候痛，打到第二，从来不会给别人说你应该怎么选，这个舞台提供的是不同人的不同视角，不同人的不同观点。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。我真的觉得我自己特别不想这样，因为我跟你生气的时候你觉得不开心不高兴，我同样我一样的感受，我甚至比你还要不开心不高兴。我也想每天高高兴兴的，没有一个女孩想每天都生气呀，或者骂她的男朋友，没有人想这样。所以我现在太累了，比如说一件事儿说一次两次都行，如果说太多次了，不仅你不爱听，我更不愿意说了。你说这些我都了解，听跟几位老师交流咱俩吧，我也知道确实各自也都有问题，这回去也消化消化，
想一想到底是谁对谁错，因为我也挺珍惜这段感情的，我也挺喜欢你的，我特别希望你能陪在我身边。我真觉得我还得想一想。好了，时间到，请亮灯吧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